周杰伦终于又出来拍电影了，而且是和他老婆的首次合作，叱咤风云今天在院线上映。我在翻演员列表的时候，居然还有惊喜，预告片中有王俊凯和周杰伦演对手戏，还有神车 A186 也是相当抢眼。哎，周杰伦加赛车题材加 A186， 没有我在拍头文字 D 吗？那你就错了。昆凌饰演的女车手又是赛车又是摩托，是真的帅。详细了解了一下才知道，这部电影的设定是亚洲首部高规格的职业赛车电影。陈一仙知道周杰伦担任总监制，筹备了整整6年，而且为了保证电影质感，影片中用了近20辆百万级的赛车在专业赛道拍摄，并且所有演员都是受了专业的训练，各种超燃的赛车镜头啊，都是演员们亲身上阵。从预告片来看，画面质量绝对是上乘，花絮里价值百万的赛车说撞就撞了，那轮子满地跑，可以说团队是诚意满满，隔着屏幕看都有点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周杰伦再次亲自创作了电影主题曲，在影院里看啊，刺激感绝对拉满。说实话，多少是有点迫不及待了。当然，光听我说还是不够刺激，咱看看花絮，看给这摄影小哥吓的，这还不刺激吗？抖音。